有没有见到我的头？我的头不见了。啊！哎呦鬼！鬼！鬼！救命！救命！哎呀！救命！救命！我是人，我不是鬼啊，我是人的。你是人的，你是人，那就可以见光了。不要，不要，不要！你梦到什么了？我梦见泥鳅王化成灰了。你梦见什么？我梦到国税局追税。啊！妈呀！把屁股坐硬了也不会有结果，还是这样吧，大家轮流发表意见，还是少说为妙，免得惹麻烦。我完全不明白我们理发业为什么要出席今天这个僵尸会呢？哎，这个不是僵尸会，是如何清理僵尸会。我说的简短一点行不行？那也得说得有条有理嘛，就像未婚妈妈指导会那样，不能太简单嘛，对不对？总不能叫妈妈会吧？我再说一遍，我们理发业为什么要参加今天这个青狮会呢？青狮是殡仪馆的事吗？青狮跟清理僵尸怎么能够同呢？死人能算人吗？你才不算人呢！大家都是文明人呐。实际开这个会呢，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老实说，我们国税局除了查税、收税、追税之外呢，什么都不关我们的事啊。至于你们的僵尸呢，哎，对了，哎，对不起，局长吩咐过，死人也要交税。你们各位以后碰到僵尸呢，就通知我一声，我好给他张税单。这个会真有建设性。收税的你疯了，僵尸也要交税？哎，法律面前人鬼平等，不合理吗？那么说，僵尸交了税，法律就该保护他了？哎，他交了税，我不管他死活，不但要保护他，他还有选举权跟罢免权呢。瞎说八道，那就是说，用不着抓僵尸了，除非是他犯了法。哎，我告诉你们，如果他们犯了法，不管是僵尸是人，我照抓。哎，说得对，说得对。哎，继续说，继续说。也就是说，抓僵尸的责任应该是我们警。哎，说。对不起，我什么都没说。你这是怎么搞的？你终于说对了，这个捉鬼的责任呢，应该是你们警察的事。哎呀，可解决了啊！我也可以回家睡觉。来来来，干杯！这个东西的味道怎么怪怪的？你们觉不觉得好像有一点血腥的味道啊？哎，刘经理，你牙流血了。你也是啊？是谁倒的？封锁现场，不得出入。阿四，这是僵尸了。是，不错。大家听着，现在已经进入非常时期，僵尸出现，危害人间。现在开始，大家不许离开，违者格杀勿论。对，有道理。我现在把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你们两个。我们啊，阿三儿，我这么难看又这么渺小，这个神圣的任务不适合我。不，金麦君最合适了。外面下雨了，我忘了关窗户，我回家关窗户。对不起，阿三儿，我算回去啊。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本来就是啊，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你们没死，就是英雄。要是死了呢，就是死了的英雄，不要让我失望。阿Sir，你听我说。好了，不用再说了。全警察局，你们两个抓僵尸最有经验了，一定要发挥我们纪律部队的精神。惨喽！你们听着，如果看见僵尸出现，你们就要开枪，
要是他们两个人跑的话呢，也一样要开枪。阿Sir，你阿Sir，我我现在派30个人让你们指挥，从一楼搜到5楼，现在出发。三个，四个。十个！哎，只剩下4个了，啊？怎么只剩下4个了？当然了，一层楼有10几个房间，你自己不会算的，一个房间叫几个人守着，当然没了。你这个猪脑袋，每次都你出的馊主意。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泡妞的时候，第二次见面才第二次见面呢，你居然叫我去摸人家屁股，反着花钱了吗？现在怎么办？你说，每次都让我来收拾残局，这种情况只好放催泪弹把鬼熏出来了。你们听到了吧，上面的战况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你说我们分头找，万一鬼来了他咬我，我怎么办？关我个屁事啊，最好把你个笨蛋咬死算了，我才懒得救你呢。喂，我有两支枪长。你吭一声吧，我没吭声，你就这样吭声，不把你吓死啊？好像楼上传来的。你吭一声吧，我没吭声，你们就这样吭声，不把你们吓死啊？少废话，你弟兄呢？他们好像都消失了。你也消失。Yes sir。是学姐，学姐，学姐，你刚才有没有听到惨叫声？没有啊，没有，不会吧？刚刚听到是从这群传出来的。哦，可能你们听错了。听错了。不管怎么样，你搜那边，我跟学姐搜这边。等等，你搜那边，我跟学姐搜这边。你搜这边。他妈的，重色轻友。学姐，我们要去抓僵尸进档案室干什么呀？你说呢？学姐，小心着凉啊！哎呦，进档案室不是找东西就是办事情，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办那种事情，可是总有一丝例外吧。那么快啊！我还没准备好呢，给我一点时间暖气好吗？好了。
你妈一溜不是学姐吗？走了。哇塞，我看我是罩不住了。什么罩不住？实在太过分了，金麦基在外面拼命，我们在里面拼命啊！我真卑鄙啊！作案不等于奸尸，真的不信你听啊。哎，你不用开了，里边装了闭路电视，看录影带就知道了。阿Sir，电视台新闻部想在现场采访。走，哎，不要让他们进来，告诉他们我改天会把现场的时光录影带给他们看。叶子，阿超，你要加倍努力了，你很有希望成为电视明星了。万能的天神，请赐我神机的力量。阿超，再支持一下，太阳马上出来了。太阳？这个门是密封的，太阳怎么照得进来呢？阿Sir，你不要紧张。报告，镜子准备好了。好，太阳一出来，就帮我把阳光接上来，照死僵尸。给你这儿。不行了，要做算了，我不活。不要怕，不要怕，去看看。是不是你叫的吧？哎呀，别提了，哎，别说那么多了，终于大功告成了，下去告诉他们。哦，哎，走走。哎，王耀少，
人家不要照，不要照，看鬼了！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没事喽。哎，玉姬喽，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人家受惊过度摔了一跤。你还好意思说着？走吧。所有的警察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卧底的僵尸。你验过了没有？验过了。哇，你多久没洗澡？哎，阿瑟叫我。哎，来喽。没有在一起。是。走了，老婆。你们两个。当班的时候不在现场是会受到处分的，徐麦金。是，哎，过来过来，哎，干什么干什么？过来嘛，哎，你看过孟超的录影带了吗？没有。你真是没眼福啊！来来来来来，哎，这袋子借给你看吧。你真无聊啊！刚才阿 Sir 不是说今天晚上电视新闻要播的吗？你还怕没得看呢？这播得出去啊？麦金，哎哎，来了。Sir， 孟超在厕所干什么？快点把他叫出来。是蚊子咬的吧？只要一个洞，应该不会变僵尸吧？孟超啊，金麦金找你呢。啊啊。啊，来了，什么事儿？
你掉到茅坑里了，来帮忙啊。哦。阿Sir，你是揩油还是验脖子？哎，你他妈的没出息，是花痴啊，见了女人就这样。哎，阿Sir找你们俩。Sir，拜拜。你们两个恭喜我，再互相恭喜。升职加薪有奖金。港督吩咐我组织捉鬼部队，我做队长，你们两个协助。捉鬼部队干什么呀？干什么？捉僵尸喽。还捉？什么？啊个屁！招募队员吧。哎，所以被停职降职，得罪过上司，追过上司老婆的，最后快点来，可以翻身了啊！胡扯！捉鬼部队搞什么飞机嘛？到那时候啊，有鬼也得死，捉不到鬼立不了功也得死，一点好处都没有，守殡仪馆都比捉鬼好啊！你们自己说对不对嘛？想骗我们去送死，以为我们不知道啊？当我们笨蛋？捉鬼，捉他们冤大头鬼啊！升职加薪，薪水加倍，有房屋津贴，一年升队长，两年升督察，三年升局长啊！看我的！阿Sir你早，警员37119，申请加入捉鬼部队。这个什么字？我懂 ，ghost ghost 就是鬼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加薪呢？哥哥，考虑清楚了吗？清清楚楚，绝不后悔，绝不后悔啊！那你签名吧。Yes sir。本人代表全香港警察局热烈欢迎你参加捉鬼部队。Thank you sir。阿Sir，这张海报可不可以送给我？拿回家做纪念吧。回去查查看是谁贴上这个害你的。啊！升职加薪全是假的。岂止是假的，根本是个骗局。我现在退出不参加行不行啊？你现在退出想接受处分吗？啊，轻则纪律处分，重则革职，甚至还坐牢了。啊，你没问过我就坐。好，我知道你心里哦，你坐吧，我吃饭去了。阿Sir，什么事啊？请维持我小小的尊严，别让外面的兄弟知道我上了当行不行？行，我们就都不知道。你咋？你咋？扫把星。嗨，扫把星。可怜可怜我吧，你派扫把星跟我一组当班，不是要我死吗？我宁愿带过巡逻。281，是我们这一区的警察都跟他巡过逻，只有你例外，人家会以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不会的，人家会以为你跟我老婆。什么？哎，没关系，大顶绿帽子比在棺材里好。哼哼。你的苦心我完全懂，这个礼拜我会特别安排你留在办公室里服内勤，不用巡逻了。我们警察服内勤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好了，没事了，你可以走了。Yes sir，谢谢。PC366苏八星向阿Sir报道。哎呀，你进来不会先敲门的吗？阿Sir，我已经敲了，还听见你叫我进来哦。你先把门关上，认识一下你的新拍档。Yes sir。你不要碰我！你牙齿流血了，我有卫生纸。我真的没碰过他。好了，你给我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怎么一把刀在椅子上的？啊！我告诉你啊，全世界。阿Sir。不要动。你给我坐好。Yes sir。我简单扼要的跟你说，这个星期你最好请个病假，请多久都没有关系，我会批准。我没病。哎，没病也要休养啊。阿Sir啊，上个月我休养了3个星期，我觉得我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要是纳税人明白的话，他们不会介意的。真的？阿Sir，我帮你弄，不要紧不要紧，我想办法，我帮你弄好啊。你看这样子不是没事了吗？哎呦你呀，哎呀，哎呦哎呦。老板不加薪水就把他头给砍了。哇，头找回来没有啊？再找啊。
拿过来。探长，找到了没有？没有，不过周三叫我们去打麻将。妈的，立刻收队，派人留守现场。Yes, sir。集合集合，3047、2643、4567，你们三个留守现场。Yes, sir。起来收队。Yes, sir。 哎，阿 sir， 你说三个人怎么剩下我一个？3047病了，4567请假。那我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尽忠职守啊！好了，阿 sir， 你把头找回来再走吧，阿 sir。哎呀，你别怕成那样嘛，我会打电话回来叫人找的。专家说，看电视可以壮胆。各位观众，今天为您播出的午夜电影是《无头凶案》。专家说，吃东西可以镇静神经。喂，周润发，打错了。大咪咪，过来。哼，阿 sir， 不要叫我外号嘛，叫我真名字熊大大好不好嘛？对不起，熊大大小姐，这件无头凶案呢，你也是知道的，他就是男主角。你帮我问问他，那个头藏在哪里？问出来的呢，就打这个电话呼叫2643，叫他去找。OK。王八蛋，你想死啊？再不说实话，看我揍不揍死你！快说，头在哪里？哎，熊大大小姐，这个办法我用过了，不行的，因为他脑子有问题啊。走开。嗨，弟弟啊，你好吗？快点告诉姐姐，那个人头你放在哪里了？这里没有周润发。啊，熊大大。什么？在柜子里啊！你等等，我打开看看。没事。喂。喂，熊大大。我们趴趟这么多年了，我胆小温柔你是知道的，你就假装问不到结果，不要叫我再找了，要不然头还没找到我就已经吓死了，我死了你不难过吗？什么？神经病，怎么会在篮球里？周三，我的手下有事儿嘛，我一办完事就回来啊！不算呐，我一辈子也没赢过40多底啊！阿三，什么事儿？我想调去另外一个部门，把我调走行不行？啊，你想调走啊？我一定会成全你的，我马上把你调走。阿三，我跟熊大大合作了多年，把他也调走吧。好，两个一起调。哼 ，Thank you, sir。经理，专家呢？那边，走开呀！碍手碍脚。想要跳楼的就是那一位吗？是是。走开！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你是怎么搞的？规定距离是60才叫，还差一丈你就大叫，叫什么叫？为什么跳楼？股票暴跌，老婆又跑了，儿女不孝，生意不好，债台高筑，还不跳楼？男的还哪楼啊？哼，老兄，你先看看这幅美满幸福图，你就会明白人生充满了希望，明天会更好。如果你不死的话，将来你也会像他一样这么美满幸福啊！哎呦，吓死了！好，哎，怎么样？哎，还好，他差点就变成鬼了。你说的倒轻松，我要你以后以鬼为伍。命中注定我不奉神就得要治鬼。
警察局是不是有个叫捉鬼部队的，想借我们的军营啊？是，不过还没答应他们。好，我就借给他们，后天我们全营撤退。Yes, sir。还有，我们失踪了30个防卫兵，千万不要泄露。Yes, sir。你们已经是捉鬼部队的成员了，一切要遵守部队的纪律。严肃一点。Yes, sir。快进来，下来下来。去哪里啊？走。凹什么凹啊？跟干狗一样。简直就是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嘛。我身边最恨两件事情，一就是种族歧视，二就是这些老外。嗯，还好，林荫夹道，微风阵阵，在这儿学不到东西，心情舒畅。根本就是阴风阵阵的。金麦金，你听我说，你有机会逃就逃吧，此地不宜久留。我逃，那你呢？我倒绝对想回到家一样。集合，把烟扔掉，站好。开除我？开除我？反正我是被骗来的，我的弟兄们挺支持我的。你立刻入营。妈的，说进就进，我还有面子吗？弟兄们，老师，面子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哎哎，你不要说话啊，我看见你就想吐。嗨，我叫罗敏。我叫孟超。嗨，他们为什么叫你扫把星啊？可能跟我在一起的人都没什么好结果吧。扫把星。哎，啊，哎呦，进去。四儿，这帮家伙都是来混的，成不了气候，咱们还是撤吧。通屁！金麦金，四儿，你是我最看得起的了，做个好榜样给他们看。Yes, sir。哼，真是太不像话。金麦金。Yes, sir。叫你们到这里来 barbecue 的，第一天晚上轻松一下嘛，鸡翅膀猪排随你挑了，还叫我吃，我就是吃了也是食不知其味啊。来快吧，你可真是受不了你。嗯，你不用紧张，我不是泥鳅王，我是泥鳅王的孪生兄弟大蛇王，我这次决心来参加你们的捉鬼部队，为你报仇的。马小强，你可以放手，这位阿瑟很明事理，不会乱叫，你放心了。啊！别叫！哇，这声音叫得好凄惨呐、啊！不会是碰见鬼了吧？没事了，你坐下。扫把星，这位老兄今年贵庚啊？更年期刚过，不是一泡妞，我还是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幸亏我们有个炉子在，要不然的话会碰见鬼的。哎呀，晚上不要讲鬼呀、啊，连鬼一次都不要提。晚上讲鬼，鬼会出现的。那么多事情不讲，讲鬼，鬼有什么好讲的？靠什么鬼吗？不会的，我不会变成僵尸的。哎呀，撞鬼是走运啊，要是碰到僵尸的话，那就麻烦大喽。哎呀，我拜托你别冒充专家了。难道你是专家？我虽然不是啊，不过我爸爸是，我爷爷也是，我们家几代都是。我入营之前呢，我爸爸还给了我一本伏魔大法呢。伏魔大法。你们要不要听关于僵尸的事啊？好，说来听听。好，我告诉你们啊。一个人被僵尸咬过之后呢，会变成什么尸呢？就决定他被咬的时候惊慌程度有多少了。如果被咬的时候啊吓疯了呢，变成像白痴一样的就是丧尸了。如果吓得还有一点点怕的呢，那么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僵尸了。只有这两种啊？不是的，还有一种叫人狼尸。人狼尸？什么人狼尸？就像人狼一样咯，有月光它就变，没有光它是正常的。哎，你听我说啊，第一次变的时候呢是有个程序的。首先啊，它的两个眉毛会上下不停地乱动，面部的肌肉也开始起了变化，完全不受控制，开始收缩，然后啊流口水，手脚麻痹，抽筋，两手不停地震动，然后就喘气加速。哎哎，就
跳霹雳舞一样嘛。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像跳霹雳舞呢？真的，我没有骗你嘛。然后呢，他就会脱离人的行为，到了那个时候啊，他的动作就似狼非狼，似狗非狗。那什么？哎，就像疯狗一样嘛，到处乱跑啊，乱叫啊。您没见过疯狗啊？你他妈找死啊！自己人也吓你呀、啊，只会当色狼。好了，再去坐下。哎，我告诉你啊，可以补救补救、哎。他之所以会变成人狼师呢，就是因为他中毒不深。有没有得救啊？没月光就没事了，就像香港脚一样嘛，整天穿着鞋子，脚臭不臭谁知道啊？啊，哎，孟超啊，我们到那边去。哭了，真是的。你真是有学问。老兄，你也很有学问啊。哪里？这样吓他们太过瘾了，他们不怕就不会认真接受训练。你们两个帮我这个忙，就等于帮助我训练他们。那我可以参加捉鬼部队了。嗯，我考虑一下。不可以考虑。好、哦，不考虑。大哥。哦。嗯。哇，大新闻，大新闻！新发现，新发现呢、啊！阿 Sir 找到两个混蛋装鬼吓我们。不可能吧？哎，不用跳了。走就行了。哦，大哥，有两个人到那边去了。人少着女下，人多的留给我。这副德行不吓死你才怪。还没吓就昏了。马小强叫得好惨呢、啊、他不是去吓人的吗？真是奇怪。你想死啊你？装鬼吓我们，你皮痒了你？不痒。好，给你点实际行动。来了，蚂蚁来了，全倒下去，好不好？好，往里倒。哎呀，他说不介意呀、啊。他说欢迎芝芝。啊，不介意，哎、欢迎芝芝。哎，往里倒。过瘾了吧？爽不爽啊？救命！救命！哎，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是警察，你在这儿干嘛？我是跟朋友们上来玩的，他们都不见了，我好怕、啊。你会怕，我就不用怕了，走吧。啊、哎，阿婶，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走啊？为什么？因为来的时候是上山的，现在是不是应该下山了呢？不错。棺材。
你真相信他是你兄王的孪生兄弟？哎呀，你不相信我，也该相信他的长相吧？哎，小平顶，把东西收拾好。聋了，小平顶，我不是小平顶，我是小平顶的孪生兄弟小尖顶。当年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人。阿Sir，我撞到鬼了！鬼，我撞到鬼了！今天全世界都撞鬼了，没事的，是不是这副德行？不是啊，他的样子很像孟超。孟什么超啊？那是孟超的孪生兄弟孟子啊！你还敢闹你？快点收拾好东西回营地了。哎，又死！哎，大蛇王，阿Sir，来来，他是谁呀？他呀，鬼喽！他是鬼。阿Sir，什么事？孟超要死哪去了？哎，他死不了的。哎，阿Sir，我的马小强也没回来耶，你就当他死了啊。哎呀，有两副棺材的呀，还有一个呢，他出去了，这些他们哥死定了。不要生气，大家都是同行，有话好商量吗？我现在就出去把他们通通抓回来交给你，你把他们弄死。哎呦妈呀，你怎么乱七八糟的？哎，有没有看见我的护法素啊？护身符我倒有，要不要拿着吧？不然碰上鬼就麻烦了。真好笑，幽默。觉得有点不对呀、啊，怕什么嘛？别自己吓自己了。给你个护身符，我出去了。
接受过训练的人碰到僵尸，那还会有命吗？明天一早起来，让我教你们捉僵尸。哦，嘿，胆小鬼！喂喂喂，难道他有本事捉僵尸啊？他有本事被僵尸捉。你们信啊？哈哈，你完蛋了！是。你有没有发觉孟超最近的行为好奇怪呀、啊？晚上把自己绑起来睡觉，白天又不肯出营，你有没有发觉吗？是吗？是啊，你还不知道呢，他老是跑进厕所里面照镜子，拼命地看自己的脖子。你怎么那么三八？哎呀，这不是三八，是注意。嗯，那我尿尿射左边还是右边？左边。嗯，哎，你对人家的生活细节还挺关心的嘛。我观察入微嘛。嗯，这么鸡婆，你搬到女生宿舍算了。哎，不必，那个小巫婆太烦人了，天不亮就开始念经，见人就说捉鬼，那个大咪咪更无聊，真是有名的没大脑，她能从左边的耳朵看到右边的耳朵，中间没了脑子嘛。那个撒宝星更糟，老是一声不响的。我劝你别跟她说话。为什么？看到了吧？难道你不觉得她很邪吗？你听着啊，这书上也说了，那些僵尸啊，不像电影里面一样，一定要什么茅山道士啊、大法师啊才能够搞得定。其实呢，只要自己时运高、心灵合一，那么僵尸就不会来害你了。哎，你真的把阿 Sir 的闹钟拨到3点钟啊？是不是啊？这次他可要睡个饱了，那我们不是可以玩个饱了吗？哦，那当然了。哎，你们这样说话，彼此看不到，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看得到，看到啊。怎么看呢？从你的耳朵？不会吧！哎，不要管他了，我们问问其他人有什么好节目没？好啊，好啊，走。看得到吗？不会啊。虽然我的更年期已经过了，可是我的精力还那么旺盛，比年轻人还厉害。你厕所里点灯什么意思？你找死！没有，你什么不好搞？搞同性恋，我非钉死你！你们快来救我！救我！钉死我！钉死你！哎，他不要了！叫你不搞，钉死你！我钉死你！哎哎哎！谁搞什么鬼啊？拦着我呀！他搞同性恋！钉死啊！哎，别闹了，他搞同性恋嘛！哎，我们还是弄一点营养的早餐吃吧。哎呀，你真会想，吃什么鬼呀、啊？牛排、猪排，昨天晚上都吃光了，只剩下罐头了。哎，拿出来呀、啊！昨天晚上我看你在铁门那儿抓着只鸡回来的。哦，原来今天早上我下床踩到的大便就是鸡大便。我等下给你擦掉喽。不用了，我已经用大蛇王的袜子擦掉了。啊！不要吵，你这个罪魁祸首！好啊，快点，把鸡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你开什么玩笑？一只鸡8个人怎么分呢？哎，我们不吃鸡，吃鸡蛋。对呀、啊，对呀、啊。那也得等到明天呢。我可不能保证他一次能生8个蛋呢。哎，少废话，以今天的科技，什么办法都有，快拿出来。嗯。呵，这鸡蛮肥的嘛。你疯了？鸡也不放过。干嘛？干嘛？你说你。说哎，这鸡生蛋呢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情绪期，当日落黄昏百鸟归巢的时候，所有的生物经过一天的辛劳，它们呢是需要养精蓄锐，准备呢第二天的来临。第二个阶段就是休养期，就是晚上呢他们睡的是越甜精神就越好，生出来的蛋呢就越多越大，所以呢我们要让他们尽量睡的是越甜是越好。第三个阶段呢是出宫期，就是只要白天的情绪期跟休养期做得很好呢，那么太阳一出来这鸡就生蛋了。你说的好精彩啊。嗯，好，我们开始。哎，现在是不是第一个阶段情绪期啊？不要说那么多了，你让他睡觉嘛。我们准备开始了，你先。你，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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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一点呢。你，你，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拖了。你一天来八次也会虚脱的。哎，我的蛋这么小。哎，你们给我换好不好吗？不要，跟你换也可以。不过你要回答我们问题。好。白帽什么颜色？白色。黑帽什么颜色？黑色。熊猫什么颜色？黑白色。醉猫什么颜色？五颜六色。母猫偷腥什么颜色？好色。死猫什么颜色？死色。大白色的猫什么颜色？奶色。纵欲过度的猫是什么颜色？你要戒色。他真是对答如流啊。你们真以为我头大没脑子？那是平常没必要，我不用而已。哼，他怎么突然聪明了啊？啊，谁碰了我的闹钟了？阿四，你当然知道不会是我了。我不会怀疑你的，因为你没有他们那么聪明。浪费了半天，明天早上取消早餐，不许刷牙洗脸。阿四，孟超呢？阿Sir，孟超整个晚上把自己绑到床下面，不知道干什么，实在太胡闹了。资格最老是他，最不守规矩是他。阿Sir，我想他30多岁了，又没女朋友，大概压抑太久憋不住了。才来了一个晚上就憋不住了？他是种猪啊？他精力太旺盛了。好吧，放他3个钟头，办完事立刻回来。Yes sir。捉僵尸的先决条件就是身手敏捷，而且要跑得快，就是追不到僵尸，也不要让僵尸追到。罗密欧，你先跳。Yes sir。呀吼！噔噔噔噔噔噔噔，滴滴滴滴滴，吼！怎么做训练啊？实在太儿戏了！哎呀，是谁打我？有种就再打我一下！哼！哎呀，一定要找到昨天晚上那两个东西，不然金麦基他们就没命了。好，那你们的表现实在是太丢人了，熊大大，你上。Yes sir。大蛇王，你上。Yes sir。冲啊！哇、啊啊啊，这家伙真是太勇猛了。好，就把你钉死。啊！胸部比我的钉子还要硬。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这是练枪用的人影靶子。错，不是人影靶子，是僵尸靶子。不是用枪打，是用钉子钉。哼，什么都你说的。哎，你完全说对了。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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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以最快的速度在2秒钟之内定住僵尸。目标这么大，瞎子都定住了。哎，目标是他的心眼。啊，哎，多给2秒钟。阿Sir，这么重啊！好，现在有太阳，把你搬出去晒死你。啊，太阳下山了。哎呀，这么快就天黑了，完了，完了！捉鬼呢，最重要的是勇敢，不可以畏畏缩缩的，知道吗？阿Sir，喂，叫你去爽一下，你把人带回来干什么？你当这是妓院？就是啊，想抢生意啊。啊？不是，想做生意啊。嗯，切，他不是妓女，他是僵尸。啊！干嘛？对不起，我一紧张就会这样的。是真的，我也是僵尸。月亮一出来我就变了，你不信我变给你看。来，来来来来，我变给你们看。我信，你是根本不相信。你该相信了吧？你们全看到了，我真的变了僵尸，我没骗你们，我是僵。好，我要为我弟弟报仇。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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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用啊？这条是血绳，我每个月染一尺，染了一整年了。一个月染一尺，那是什么血呀、啊？你怎么思想肮脏？每个月染一尺，你说什么血？不是猜对了吗？人眼的话学的太多了，先把它钉死再说。哎，有块板挡着它呢，我先解开它吧。哎，不行，解开了就绑不住了。哦，啊、还有一个。啊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情。现在情况危急，我们只好摆阵了。摆阵？摆什么阵呢？阿 Sir 没教过。是啊，你算老几啊？为什么要听你的？人又小，声又大，当然要听阿 Sir 的话了。对了，应该由我说，果然尊师重道。Thank you, Sir。没辙，就要听人家的。好，我们九个人摆天级九雷阵。九雷阵一开，邪魔鬼怪就要让开。哇，一开口就是秘籍啊！是啊，天劫我会摆，什么九雷阵我可不会了。可是我们只有八个人，怎么能摆九雷阵呢？嗯，行，加上那个孟超，刚刚好九个。你没脑子啊你？他是内奸呢。Sorry, sir。不用怕，我们摆八仙过海阵。啊，少一个也行，再说下去一个人也可以摆阵了。相信我嘛，八仙过海，佛祖如来，法力无边，排山倒海。信不信倒好呢？你有比他更顺口的吗？跟他们拼了！那，你做铁拐李，人民灯打拐杖用。别那么多话了，把符含着。蓝彩和花蓝，哎，草蓝还是花蓝呢？哎呀，你先用着嘛。你做何仙姑，芭蕉叶，那不成了铁扇公主了吗？韩湘子、汉钟离，幸亏我不用吹箫。汉钟离一点特色都没有。有啊，汉钟离是个大胖子，他拉开衣服露出胸部和肚子，哦，有戏看了。你当曹国舅，阿 Sir 你做李洞宾，在里面把守天门，保护七星灯，千万别让它熄灭了，用一点生日蜡烛围住那个僵尸就行了。Yes, madam。 你怎么说？他每一句都这么押韵，被他骗了也认了，摆阵呢。行不行啊？我们还有时间逃走啊！集中精神，僵尸不敢碰我们的。娘，我受不了了，我要撒尿啊！你吵什么？我想大便也没吭声，撒个尿，吵什么吵？我不行了，我要尿了。小平弟，你要集中精神，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等待我们回家的家人，我们要忍耐一下，克制自己的内分泌。对抗这一个危害人间的妖孽，集中精神，灵气逼人。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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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又不是盯你。有蛇、啊！集中精神，灵气逼人。被你妈个头啊！什么事啊？你干什么？可能是老眼昏花，一转眼好像那个妖孽闪了进来、不许怕，因为我也很怕。这种女人不打不行。好了，大家围一圈，她就走不出我们的视线了。现在开始背对背，来，我们先看看柜子，她可能躲在柜子里面。对呀、啊，从小兵你开始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里面没有啊，那就是在对面的柜子里了。开始说。怎么又是我？对呀、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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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啊？没有？跑哪儿去了？去哪里了？没事了。说那么多干什么？听见熊他露出肚皮呀、啊！小心点啊！阿Sir，赵大阿兵抓你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时候还要说什么办？哎呀，说这么多干什么？在这个时候，当然要牺牲下我，完成大我嘛！你惭愧了吧？你表示一下惭愧嘛！你犯众怒了，你。对不起，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我惭愧了。哎，不要说那么多了，我们去救熊大大，消灭那两个僵尸。好，孟超，那两个僵尸在哪里？他已经知道僵尸藏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出发，你带路。Lady first。Yes sir。走。哪个敢临阵退缩，我叫格尔沙勿论。这么狠，早五十年出生打日本鬼子吧你。哼，这一次我非钉死你不可。停，阿 Sir。这里就是他们的基地，里面像个八卦图一样，我上次走进去差点出不来了。管他能不能出来，我们杀进去。哎，就这么冲进去，这太冲动了。何止是冲动啊，简直是神经病。我早说走了算了，是你还假装英勇吗？走，你再说走，我第一个就盯死你。你们也是啊，我可不给面子啊。我可没说过话。哎，既然来了就要进去，不过一定要有计划。阿 Sir， 你有没有计划？计划？计划我没有，你当我是捉鬼专家？不过这军营的地图我倒有一张，你们看着办吧。好，我就看着办。等等等，他的计划等于废话。哎，既然没有计划，那就不如回军营，大家从长计议了。哎，我先走了。哎，拜拜。这种还是早走为妙啊。没事，被电了一下，已经残废了，我没用了，我先走。哼，上三人士都不放过，真是。孟超给了我一个启示，原来僵尸也不发电。好，首先，金麦基去电机房把总开关关上，孟超跟小兵领把所有的电线拉到地上，把胶抽掉，让它漏电。罗密欧和扫把星把所有的通道点上蜡烛。再把大门锁上，小巫婆去救火枪那边准备。5分钟之后，准4点整，就放水打开电，
让所有的水把通道淹住，全部通电，就算僵尸再凶也没路可走了。大家小心点。是是。阿四，我做什么呢？你就守在这里，僵尸一定会从这里出来。到时候你就老弟啊，我可以给你报仇了。你跟着我干嘛？帮你盯僵尸啊。哎，这支蜡烛啊是我奶奶80大时候用过的，阳气很盛，拿去吧。喂喂，孟超，我没手表，你有没有啊？哎，数心跳就行了，一个人平均一分钟心跳72下，数过360下就行了吗？去。我把总开关关掉了。喂啊，喂，什么？我的计时器坏掉了。怎么会呢？已经跳了1000多下了。不要紧张，没有关系的，你不要怕，有我在这里很安全的。干什么？撞鬼了？做事。在哪儿啊？下多少？干什么？你看着我的眼，你有没有触电的感觉？触电，我觉得好像被雷劈中了似的。不过电没关系，继续努力。各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婶儿，你们大家都好吧？我给你点钱花花啊，大家有什么事情呢就好商量，千万不要发脾气嘛，不要为难我啊，拜托拜托啊。一分钟了，我还是先把开关打开吧。Hello， 你好吗？我是来开开关的，请问你死了没有？死了是吧？那我帮你把绳子解开。兄大大，请来救我。
不一定要你喜欢我，但是为了公平，我给你五分钟，看清楚，看清楚我的为人，啊！你，太好了，你终于给我站住，说不出来。僵尸啊！啊！开门了！完了完了！哎呀！哎呀，完了！哎呀，你小心！乖乖啊啊！水开关开了没有啊？好乖，了不起！来，走啊！罗明，那你拿去吧。不用了，你留着自己用吧。你只要说一声，你爱我就行了。嗯？啊？好肉麻呀！那你说一声喜欢我。嗯？我说不出口，反正我不讨厌你。太好。这就够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爱！我跟你们拼了！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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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你哭了，你为我哭了，你们这帮混蛋！罗明死了！啊啊！我
哭了，眼泪会把电线弄湿，把我们电死的。妈，乖乖啊，不要哭了，快哭了，来。我去找我的朋友。快快快！阿三，僵尸追来了呀！快家里面，不要过去啊！完了完了！哎哎哎！血来了！救命！阿三，死路一条啊！敌我分明，我还是跟你站在一起，跟他们拼了。哼，好不好啊？啊，你不能吃里扒外啊！我，小兵丁，小兵丁，小兵丁，斯巴普，有种放下他，跟我拼！对呀、啊，他是我们全队最勇敢的一个，有种过来跟他拼呐！啊，来啊！别怕他，抓住他！放心吧，你要是死了，老子一定会给你报仇。对不起，我实在太惭愧了，我不应该打击你的士气。你不会死的，大不了是残废。铁罗没有报仇，有种你过来。有种过来看我，哎呦啊，一掌打死你。小平顶，快关上门。干什么？刚才叫你加入你不愿意，现在叫我开门休想。只要一等到天亮他就完蛋了。了什么？哎呦，对不起，估计错误。哎，他能走了，他能走了。阿四儿，你的枪法可真好啊。我知道，其实枪打不死鬼的，我只是吓一吓他而已啊。鬼不见了。啊。哎，小平弟，你看到没有？没有啊。啊，在那。阿顺，你帮帮忙，射准一点呐！哎哎，对不起啊，又估计错误啊！阿顺，阿顺，糟了，这次他要是跑了，就抓不回来了。上来呀，上来，我就电死你！你们怎么全在这儿啊？来，来，你来呀！哎，哎，哎，
哎哎哎哎啊啊啊哎呦打死你你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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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呀来呀大蛇王小心点千万不能水否则会电死你的电到了更好我早就准备跟他一起死了哎呀你想不想尿尿啊你妈的你为什么不问我想不想大便呢我知道了阿嫂是叫你接尿穿电呢对呀、啊、会电死你的我为你尿的老弟你喂你怎么还不尿啊大概人都尿不出来我们一起帮他一二三我尿出来了行了我尿出来了我尿出来了哎呀糟了全漏进靴子里了怎么有那么多尿啊已经满了、啊实在太伟大了非常感激你尿尿来救我们大家我每次尿尿都会记得你的好了不要垂头丧气了至少你有一半是人呢那更糟一半人一半僵尸谁愿意跟我在一起啊我们呢对不对对呀、啊、我们永远是你的朋友的、啊、不要难过我来试试你们人家跟你们玩的吗